哦，对，姑奶奶，过来。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也是贺顿。请举出三件可以让你心情瞬间变好的事儿：吃饭、睡到自然醒，然后去见自己喜欢的人。贺顿听力这么好，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好处就是别人骂我的时候我能听到，坏处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想听到一些话，比如说前台一个哪个小女生聊天被我听到了这种。可以展示一下你的动耳神功吗？动耳就是这动耳朵是特别逗，导演在拍之前问我说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特异功能，就是我说翻白眼儿、对眼儿、动耳朵还有手指软，就是我都跟他说了遍我身体的各种功能，他最后选择了动耳朵。请用水果来形容一下你眼中的贺顿和钱太医。我觉得贺顿是榴莲吧，就是它长满了刺，让人感觉刚开始闻得臭臭的，就觉得也不好接近，但是可能打开它那个壳以后发现，哇，它里面的果实这么的香，这么的软啊。然后小景哥就像一个大西瓜甜甜的，然后就是在他的地方就是让全场第一个就是要看到他，又大又绿，然后在那儿傻呵呵的就是钱开义的就是这种感觉，但你打开哇也是甜甜的，而且很红很热情，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很像他们。怎么看剧中叶家辉直球式的追求方式和钱开义这种口嫌体正直式的追求方式？我现在的年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对方稍微直接一点，因为已经过了猜的年龄了，已经过了猜的年龄了。像小景哥这个角色，因为他很可爱，所以我接受。那他如果是一个生活中不太可爱的人，你又这样整我，那我是不会看你的。反而像叶家辉这种，比如你一直在给我温暖，让我感受到，然后你也很直白的告诉我，我可能会觉得，哎。可以看看考虑一下。理想中的一日约会行程是怎样的？别太累吧，大家就舒服一点，自然醒，然后也别约个点吃饭，醒了以后大家就开车去那儿逛逛，吃顿饭，看场电影，再吃个晚饭，再小酌一下就挺好，听听音乐啊什么的。男生拥有什么技能会特别吸引你？我最拿手的就是用电焊焊风车。我现在感觉就是这种电焊，如果他说他会电焊焊焊车，我一定会哇，我真的很惊讶，就是这很吸引我的，就我反而喜欢就是这种，他虽然傻乎乎的，但他什么都说实话，然后他做的事情会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很可爱的这种，就是这种很吸引我。对，
几位主演中谁的怼人功力最强？井柏然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觉得我怼人也很厉害了，这个戏我甘拜下风。这个戏就没有几个人怼过他，就我还能跟他 battle 几下，但是成功率基本上都是他成功，他非常厉害。对，他跟你有人说的一愣一愣的，就是我就觉得、啊、这种感觉。最得意的一句成功怼到井柏然的话是什么？我说他一笑起来那个眼角都是褶子，这小褶子好像小褶子，然后跟他看花衬衫到花衬衫这种。和井柏然拍摄亲密戏时会害羞吗？会呀、啊，你比如说我们俩在拍吻戏的时候，那是很奇怪的，因为他 我们俩私下关系是那样的，那你突然要拍吻戏，其实你是就是会害羞，也肯定会害羞，而且我们俩要演得非常的深情啊，很多那种吻戏就演完会不好意思，不敢看对方，也不敢去看监视器，总觉得哎，怎么心里怪怪的，就这种感觉。现场有哪些缓解尴尬的方式吗？就反正嗨哟，听个尿啊什么，就这种，什么别爱我，没结果，直接喝酒喝倒我，就是我是那种，如果我遇到尴尬气氛的时候，我是会用这种东西调节的，因为我很害怕会尴尬。觉得剧中最浪漫的一场戏是哪场？其实我们俩还蛮多浪漫的，比如说在海边，他捂住我的眼睛，然后我们两个在那个有路透嘛，就是接吻那场戏，其实也挺浪漫的。还有就是他带着我一起放烟花，就这种小的这种感动点，就都挺好的。这姑娘可真漂亮，大眼睛，樱桃嘴，好看。今年多大了？我今、哎……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目前在……少问几句。我发现你在文昌街跟在家地方好像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像个大人。那你是喜欢我像小孩吗？还是我像大人？都不算讨厌吧。不讨厌，那就是喜欢。你有向来访以外的人透露来访信息吗？我准备换个玩法。游戏就是游戏，在乎的是结果。你觉得会不会在原本的咨访关系当中有第三方人或者事情的介入？我是童瑶，王中怡的老婆。快来！来，就这点能耐，好好的基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他对你好是唯一的吗？他的钱是你的，你自己没有吗？所以难个屁呀、啊！去他的渣男！用力！来！再来！用哪里钱？用力！用力！爱过什么人吗？